乡村民宿改造实验开启，找到一个特别美丽的乡村，做成一个特别美好的民宿，很温暖很温馨的这个氛围，想要做一个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这次就来了。我们到乡村了，哇，这个房子好漂亮，全国大师，我们有一个老房子需要您改建呢。我们就分几次慢慢改，就很多意见。名字取个名，以我起名的刘宗迪，纳子如。美好合伙人奔赴美好生活。皇上在那儿，紫薇，然后那个镜头是噔噔噔。谁？哦，我看到你的头了，杜飞。说好了我要作威作福的，一不小心又变成做牛做马了。我们还要去拔青菜吗？就是你，你去拔呀。什么叫我们？我真的要走了，不要拉我。小子子，哎，我怎么听见我朋友的声音了？你为啥不接我电话？我们想把这里推广出去。啊！我们的美好生活，美好生活。周五晚10点，我们的美好生活。